你爱吃的。哎，陆廷尉，今日你宴请啊？哎，不知道我是否方便？方便方便，都是自己人。自己人？嗯，对，都是自己人。苏小卫，随意啊。苏恒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还走吗？一时半刻不走了，看看沈伯父那边有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。嗯，别担心，我回来什么都别怕。苏校尉和沈娘子很熟吗？苏伯父和我爹爹是至交。陆廷尉，沈娘子就是我和你提起的，我的青梅竹马，指腹为婚的娘子。苏恒哥哥，这都是小时候的玩笑话了，怎可当真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而且再怎么说，咱们俩也是青梅竹马呀，怎么就不算了？我今天陆廷尉也在场，可以做个见证。我苏恒这一辈子，非你不娶。姻缘之事讲究情投意合，苏校尉也得尊重沈娘子的意愿。真儿，我知道我们好多年没有见，可能生疏了，这些日子我都会待在京城，咱们再慢慢相处相处看看好吗？对，人与人最重要的就是相处，但是现在的沈娘子也并非你记忆中的沈娘子，明白吗？不管真儿变成什么样我都喜欢。苏恒哥哥，我爹爹现在身处囹圄，我实在没心情顾及这些，也请你不要再提了。也对啊，那就等沈伯父出狱之后再说。真儿，你别担心，沈伯父的事儿我们都会想办法的。谢谢苏恒哥哥，饭菜都凉了。哦，对，吃饭。哎，真儿，你这个手镯好看啊。这个呀，是我母亲给我的遗物，不过前段时间某个人把它打坏了，不过好在陆廷尉修好了。谁呀，这么缺德啊，敢打坏这么重要的东西。这儿，你和我说，我替你出气。这不都修好了吗？吃饭吃饭吃饭。哦，哎，你爱吃的。这儿，你吃我这块，我这块没有刺儿。沈娘子虽然爱吃鱼，唯独不爱吃鱼腹。真儿，小的时候你不是经常和我抢鱼肚子吃吗？时移世易，人都会变的。不过是一些小习惯，真儿，你喜欢就好。那你也应该尊重他人内心所想，对不？无妨无妨，我都吃。